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，今天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我们迎回了圆明园的将作则立回家。可以说为什么我们要用回家，因为它曾经就是宫廷藏品，流藏民间，今天终于在1860年烧毁以后的159年的这个年头和160年刚刚开始的年头上回到圆明园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在建党100周年2021年的前后打开圆明园的正门大宫门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